你应该是把我忘了吧。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龙二三三班毕业晚宴，现在开始，首先有请我们的袁老师给我们讲几句话。好，好，来，坐坐坐，坐坐坐，坐坐说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<笑>你们明天就要离开学校了。说心里话，我舍不得大家。 你们都是学农业的，在这个饥饿的年代毕业，我想你们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粮食和人类的关系。大地是母亲，我们应该尊重它；种子是生命，我们要呵护它。这是一个信念。我希望这个信念。 能够在你们未来人生的道路上生根发芽。现在我们开始用餐。来，麻烦了。来，同学们，我们跳支舞吧。 姐，怎么不和大伙儿一块跳舞去？心里不好受，我怕我会哭。是，都要分别了，肯定是心里不舒服。行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跟大伙儿玩会儿，心里就好受多了，啊。袁老师，这个送给你，留着做个纪念吧。哦，这，哎。 希望他能让你天天想起我。
莲先生，您发现的那只高掌隧道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您的早角隧道高掌梦就从这里开始。那是生命对生命的梦想，是人类生命对植物生命的探索和渴望。饥饿和天灾是人类的公敌，但也是无法规避的结束，可以抗争。我在祖国那次灾难以后，饥饿让我明白了民以食为天的道理，更加坚定了我要搞出高产杂交水稻的信念。大饥荒虽然过去了，但是粮食依然是紧张的，我们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。同志们，农效是我们黔阳地区科技的排头兵，能否种出高产的粮食，安江农效将起很大的作用。感谢领导对我们农效的重视，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研究出高产稻来。好啊，今天我把话说清楚了，再强调一下，啊，浮夸、弄虚作假那一套，不能搞，也搞不得。哎，袁隆平怎么没来啊？他去年发现的那株高产稻，现在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好，具体一点。啊，是这样的，禾苗出穗后啊，高的高，矮的矮，参差不齐，没有一株赶得上他们的上一代。这就奇怪了啊，父亲健康，这后代怎么会这样呢？既然没有复制成功，就没有什么科学价值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不懂科学，但是我知道这和打仗一样，谁能保证每一仗都能打赢了？杂种。马队呢？哎，肖书记，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。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天然的高产稻，实际上呢，他们是天然的杂交稻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。是这样啊？对。哎，你的这个发现对未来的研究有意义吗？当然了，意义重大。啊，好。哎，董杰啊，哎，关校长，你们什么时候打比赛啊？下周二，来给我们加油。好，你们抓紧练吧。嗯。哎，关校长。啊。别忘了叫上。关校长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哎，把球给我。嗯。嗯，饭还没吃呢。嗯，哟，您来了啊。哟，这点了，忘了。校里研究了，嗯，要给你增派两名助手，人选嘛，你自己考虑。嗯，这个还好了，那可是雪中送炭啊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找个人管管你了。哼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咱们这捕鱼系，哪有功夫想这事儿啊？哎呀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。嗯，这人呐，跟稻子一样，嗯，不结婚不行，这不育呀，更不行。哎，你说，咱就是一个学农业的教书匠，谁看得上我呀？嗯，远在天边。近在眼前，嗯，董杰，啊，他回校打比赛来了。
我早就看出来了，那姑娘对你有意思。犯什么傻呀，她现在就在球场上练球呢。哎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，快去呀。冬姐，冬姐，你能嫁给我吗？啊？说实话，我以前呢心里也偷偷的想过这事儿，偷偷的啊，后来也没敢往深了想。为什么呢？其一，董洁是我的学生；其二，她年轻单纯，我怕伤害她。